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参加辩论啊，在这次辩论会，所以明天我们会派员来协商，看怎么样的方式最短期，然后让高雄市民最了解我们。其实我也要跟我们的那个义正哥讲说，我们大家都是市议员，对高雄市政都有一定的了解，至于口才好不好，那个是个人的认知，那我觉得我专业形象好，然后我知道怎么样让高雄更好。其实大家都有看到，都前几天的那个云林节，然后我们也是都参加。那至于我这高雄就是这些活动，所以说有没有 PK 的问题？没有，就是高雄这些活动，有活动我们参加，所以主要是高雄市民关心的就是这大概就是在这个部分，所以没有 PK 的问题。是昨天你在台北受访的时候讲到民调的部分、啊、是提到陈其迈市长和陈其迈市长，这个是口误吗？其实我后来发现呢、啊，就是当我们其迈立法就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也还小，所以他当过立法委员，当过市长，然后又当过行政院副院长，他当过很多，他曾经也当过代理市长。那现在大家也会叫我市长，所以我只是礼貌性的尊重啊，所以我也是李美珍市长。